我刮，女神李佳心全靠佢搏命咁刮，最近终于升叻，由柴湾公屋搬去西贡村屋啦。呢、這个掘金大奖送俾你，恭喜晒啊！系就系住村屋，但李佳心就唔系自己住噃。29号有杂志爆料话佢同 Bill TV 主持男友陈炳全同居啊。据知呢间村屋月租15000，对李佳心嚟讲负担就唔算大嘅，但男朋友就唔系咁讲啦。陈炳全月入20000，曝光率唔够女朋友多。不过报道就话好彩佢哋系夹份租，仲一起分担日常洗费添。唔知公一份婆一份，感情系咪好啲嘅呢？最近杂志影到佢哋前后脚离开村屋，仲有啊，之前李嘉欣冇认过男朋友嘅身份噶，只系坚称好好朋友。但呢排佢就漏口风，同传媒讲陈炳全未系时候见家长。咦，今日真系间接承认男朋友身份咯，话佢哋感情有变，咪玩啦！